开始。那个插头要插，然后线端你要确认都有接好。装上去的时候会有 B 声，这样才表示是有过电的。然后你遇到的问题，我曾经有遇过，就是这个部位啊，不是放上去就好了，你一定要把它塞紧，因为那个雾的部分。它是被集中之后才会挤出来，因为我看你的影片里面是有雾化的，但是没有从这个孔出来，是因为你可能没有盖好，或者是这里没有塞好。这个不是放上去而已，它旁边这边都有卡榫，你要把它整个塞进去。你有可能只是放上去而已，那它密合就不完整，这样子 ，OK。正常这样子有，就表示是正常的。然后长按的话会有灯这样子，然后你都有塞好盖上去的话，就一定会有雾跑出来。OK。OK。嗯。